江景辰呢？江景辰，你真不愧是我大哥呀！来，在座各位，咱们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这可是家里给他买的新娘，买的新娘，都怕他这副鬼样子呢。既然这么怕我，这婚也不必结了。有料，等等。我在此宣誓，我愿意嫁给江景辰，做他的妻子。荣家居然出了一个这么有意思的女儿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换那么恐怖的面具吓唬他了。老大，这是你让我婚礼前调查的新娘子的资料。不用看了，你还是看一下吧。汤贝贝，她是荣家的私生女。荣家竟敢用代嫁新娘糊弄汤贝贝，现在她在疯狂跑。我要给他一个毕生难忘的青春之夜。